活我觉得做得非常漂亮，没有任何一点的不舒服，没有任何一点的紧绷感，而且非常好搭。那它的长度我觉得真的很符合女生的需求，上楼梯不会太短，高个也不会太短，小个也不会太长。这个扣子呢，告诉大家它是真扣，它的弹性是到 L 号直接可以哦。好，一样有做口袋给大家。屁股的部分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非常喜欢这件的长度，而且它有做一个边，让我们在秋冬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短。之后呢，如果你要加上什么丝袜啊，或者是厚一点的裤子在里面，都是可以的。裤口呢不会过宽，它是非常顺摆的。除了单层之外，有没有看到麂皮的斜纹？麂皮的斜纹哦。好，我只能说这件裤子啊，真的很推荐大家包走两色，两色真的都很漂亮。而且我刚刚讲下巴有车这个边，其实是我最喜欢的。我觉得裤子不会到太短，裤口不会到太宽，然后让我们的身材比例或是搭配衣服啊、毛衣啊，都会非常的好看。